从东京的实力再到这届的混双，我觉得我们俩也是做到了。而且我跟大头从小一直配，其实在一起配合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也有7-8年了。我觉得对于成绩来说，我觉得也非常满意吧。我们俩因为大大小小的比赛，我们也都拿过冠军。奥运会对于我们俩来说也是最神圣的，然后也是最伟大的舞台吧。然后其实也非常感谢球队刘主席包括肖日导对于混双的分析准备，然后包括我们的教练组还有我们的队友吧。然后我们也感受到了他们肯定也在电视机前为我们加油呐喊嘛。当然我觉得这枚金牌是整个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对于这3年的付出吧。然后最后肯定还是要感谢我的搭档大头，帮我们俩能够齐心协力的在巴黎奥运会赛场上一起把这枚金牌赢下来。